老和尚的身教。54，陈宝英居士讲述。师父上人非常重视因果教育，于2010年建议高雄的刘明德医师起建华严实验室，用水实验来演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2014年秋天，刘医师来电请墨学为实验室编书。墨学本身的专业是金融管理，心想自己哪里懂得编书，于是在没有自信心的情况下婉拒邀请。然而师父上人却不嫌弃墨学，告诉墨学只要肯发心会得佛菩萨的加持，鼓励墨学发心协助刘医师总结华严实验室4年的研究成果，进而编辑为中英文精美书册，让实验室在2015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中发表并且流通。当时对于要去联合国发表水实验的内容众议纷纭，于是墨学整理了一份12页的编辑大纲，希望敬诚师父上人审阅，并且得到老人家的指导，来决定编辑的方向及目标。当时师父上人身旁的护法居士反馈说，编辑大纲太长了，师父老人家没有这么多时间细看，建议墨学浓缩到一个2页的精简摘要，亲自敬诚师父上人查阅并且聆听指示。拜见师父上人那天，我们坐在饭厅里小圆桌上，出乎意料的，师父上人把2页的精简摘要搁在一旁，随手拿起那12页的编辑大纲，仔细地一页页地阅读，并且给予3个提点，令墨学万分的感动及感恩。在交谈当中，墨学看到师父上人咳嗽后用面纸把痰液包好折成小方块放在一旁，墨学立即又取了一张面纸随手折叠一下，就放在师父上人面前，以备老人家不时之需。师父上人拿起面纸，不经意地又把那张面纸重新展开，再工整地折叠好，放在面前，然后继续开示，好像啥事都没发生。
很自然的，师父老人家在五秒钟让墨学留下终生难忘的体验，学习了什么叫做恭敬。这次和师父上人交流，老人家的言教身教深深地感动了墨学，老人家的慈悲与智慧让墨学接下来的编辑工作，即使面对多方的挑战，都全力以赴，克服万难，祈求佛力加持，协调不同单位给予大力支持与协助，大家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完成了编辑、设计及印制的工作。2015年中，华严实验室及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会议中顺利地推出了恢复地球和谐水之道中英文书籍两册，于国际平台推动因果教育，踏出了第一步。55，刘明德医师讲述。2016年10月7日，墨学应邀参加一个非常特别的研讨会。研讨会的组员领域很广，但大都是科技界的名人。他们很早就曾邀请墨学去分享水实验的成果，但碍于华严实验室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念力、意念的探讨与研究，念力意念研究的范围牵涉到主观的精神世界，这是一般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家们所难以接受的。故墨学则以工作忙碌而婉拒之，但对方非常诚恳邀请，整整拖过两年，墨学不敢再次婉拒，因为怕被误认为傲慢自大，其实是墨学才疏学浅，不敢出席。心想这个研讨会应是鸿门宴，踢馆性质明显。研讨会的组员绝大多数都没学过佛，因此只能多谈现实科学的佐证，不谈佛学的理念观点。因此在与会当中，墨学以量子力学理论为先导，近代科学研究报告为媒介，再进入华严实验室的科学证据，最后再将科学与水实验成果融合一体。分享结束后，墨学发现大家反应还不错，并没有来之前的疑虑，至少大家没有排斥。至于接受方面，墨学认为
应该很难。经过一番问答讨论后，一切还算顺利。就当研讨会结束之前，有位居士突然问墨学一句话：刘医师，你见过鬼吗？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着实让墨学一时愕然。因为墨学虽然相信，但没见过，也无法提出有效证据，所以墨学只能以可见光波与可听声波来解释之。超过可见可听的波长，或是低于可见与可听波长，人类都无法察觉。无法察觉并不意味不存在。大家听完墨学解说后，虽不再有意见，但因无法提出更具体的证据，所以总觉得不够圆满。事后墨学将此事告知师父上人，请教师父上人应该如何回答较为合宜。师父上人闻后笑笑点点头，然后看着墨学委婉道出：你应该告诉他，你将来一定看得见。56，黄杏桃居士讲述：老和尚教不跟人结恶缘，什么都好，不好也好。跟老和尚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都是好，好好好。老和尚他是很活泼的，不是刻板的。有一次我去澳洲，他看到我们很欢喜。澳洲的房子有楼梯，矮矮的楼梯，老和尚跳很高，跳上去说：你看可以吗？老人家好可爱，很活泼，走路也很快，精神饱满。他到每个地方弘法，一举一动都是我们的榜样，不是我一个人，大家都喜欢他。57，觉海虚空法师讲述：一，弟子在师父上人身边空过了念三个年头。有一天，弟子与师父上人独处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向师父上人请教说：请问师父，弟子有什么缺点吗？请师父开示，弟子一定依教奉行改过。师父上人默默无语，然后
以严肃的眼神，从头到脚，在弟子身上来回打量了三四遍。顿时，弟子紧张的全身冷汗直流，双手无处安放，心中无限懊悔。过了一会儿，心里想，为何如此愚痴，会问师父上人这样的问题。这时候，师父望着弟子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有任何的缺点。说后，师父再次静默。此时，弟子感觉时间如此漫长，突然如同菩萨甘露加持，有所领悟，立即跪了下来说，感恩师父开示，弟子明白了，弟子会认真地以经典来对照自己的行为，认真改过。师父上人听了，拍一下桌子，正气盎然，微笑地说，对了，就是这样。弟子顿时感觉如释重负，从黑暗狭窄中变得宽敞明亮。二，有一天早晨，做好了早餐，煮了稀饭，蒸了馒头。在用早餐时，师父上人咬了一口馒头，便笑着说，你都用冷冰冰的心对我。没有呀，弟子都用热情的心来对待师父您。当弟子回答时，却发现师父的眼睛是看着馒头的。这时才意识到馒头是冰冻的，从冰箱取出，退冰的时间还不够，外软内硬。怪不得师父对着馒头说这句话。三，又有一次，弟子做饭供养师父上人及悟弘法师。当师父用完餐时，弟子和悟弘法师仍在用餐中。这时，师父上人笑着对悟弘法师说，待会儿你喝汤时，把这菜汁加入汤里会更好。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如雷贯耳，令我及时想到，刚刚在忙碌中煮的汤竟然忘记调味了，即刻向师父道歉说，对不起师父，弟子刚才的汤忘了调味了，请您原谅。58，木冰清居士讲述。一，80年代初某日，
德州 Plano 购物中心，笔者与师父上人坐在广场内，中间行人走道有供路人暂坐的长板凳上，等着他人完成购物。突然就走来了一个约十七八岁，全身穿着黑色皮质衣裤，上面还打满银色钉子链子，头发好像用胶水做起像剑龙一样造型，还喷着各种颜色的年轻白人，走到师父面前，没有说一句话，直接两双手盖在师父头上，玩弄起师父的头。笔者当场就想，怎么会有如此无礼之人？我很愤怒，当场就想站起来制止他的行为。谁知道师父上人没有说一句话，立刻用他的左手按住我的右手。笔者立即知道师父的意思，把自己的愤怒按捺下去。年轻人摸摸弄弄，见着没有反应，无趣自行离开。二，八十年代夏季某日，美国德州，师父上人所住的屋后木头篱笆更新。德州夏季温度摄氏四十度是常事，工人们做的都汗流浃背。师父上人嘱咐笔者多用冰水冰西瓜照顾工人。完工付完款后，师父上人又拿出100美金，当时不是小钱，嘱咐笔者给工人们作为辛劳的小费。三，八十年代某日，坚持己见的某居士，因为对某事的决定而反对师父。师父带着好几位同学，买了一尊佛像，亲自送上门。此居士知道我们将到他家后，故意坐在进门客厅正中打坐，全程沉默不语，有意给大家难堪。当我们到了后，场面非常的尴尬，但师父还是恭恭敬敬地留下圣像，默默退出。四，《了凡四训》中，袁了凡在受云谷禅师启发之后，发愿改命，开始不断忏悔改过，修善积福。四训中云，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湛经惕力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四十年前，
师父教导我们了凡四训这一段时，笔者对此句战惊涕泪，战战兢兢，印象非常深刻。理所当然认为是初学佛人程度应该学的东西，没有想到40年后与老人家再见面时，师父上人说，我们开始接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战战兢兢。五，早期师父上人来美时，并没有侍者帮忙照顾生活。有一段时期，因为我们这些居士们要上班上学，所我们下了班之后就直接到学佛社，大家一起煮饭吃，饭后听师父讲经。有好几次是师父老人家亲自煮饭给大家吃，记得有次是加了腊八酱的炸酱面，很好吃。另外一次是煮野菜黑米饭，也很好吃。后来虽然有同修发心煮饭，但师父的个人衣服、档案、笔墨还是都由他自己整理。如果有幸看见过师父书房或卧室的人，一定印象深刻，永远是干干净净、规规矩矩、整整齐齐。这40年来见到的师父上人，永远是衣服端正、纽臂结、袜履切，永远是鸡案结、笔砚正。早期师父上人喜欢练写毛笔字，所用的纸都是废弃的日历背面，写过的纸、信封的背面，或是要丢弃的旧报纸。虽然是废纸，但也都剪裁得方方正正，卧室、书房永远干净整齐，永远让人一接触感觉清爽、清静，生欢喜心。师父讲经中说，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之物。我的自性在哪里？随拈一法，无有不是，法法皆是。对一切法的不净，就是对自己的不净，对自己的性德不净。真正觉悟的人，他一定礼敬，真诚地礼敬万事万物，对人要恭敬，对事要恭敬。事是认真把事情做好，对物要恭敬，对桌椅板凳要恭敬，不是天天给他磕头，那就错了。把桌椅板凳
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这是对他的恭敬。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无不敬，这是普贤菩萨。印光大师在文钞中教导大家，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六，80年代初，某日，一群同学陪着师父到购货商场，走到一家专门卖干果仁的店，隔着玻璃，有女同学眼巴巴地看着里面当时还非常稀有、从没有见过的夏威夷果仁，现在很普遍，但是40年前是稀罕物。师父当时就用手搜带着有护照档的腰包拿钱，最后是由同学帮着买了。但回去之后，笔者注意到大家都吃，但师父从头到尾只吃了一颗。七，早期师父上人尚未出家前，在军队中曾有人找师父麻烦，打师父，师父打不还手，被打倒在地，以至于某处骨头破裂，其发泄怒气后才停手。师父此后亦毫无仇恨对方之意。有一同事偷走师父的书籍，师父没有声张，默默拿回。该同事不但没有惭愧，还破口大骂，师父一言不发。师父的长官同事看到都非常钦佩。八，80年代某日，学佛社周庆请来了一些宾客，租借了一个大饭店会议厅一天，结果又为宾客反客为主，几乎占用了整个上午和下午大半时间。事后师父只淡淡地笑一笑。九，80年代某日，师父老人家从外地参加佛学研讨会结束回来，回来后淡淡地说，为了众生好，以后不会再去参加了。师父说，原因是会场有请很多的宾客，这一节请这一个老师教，是这么讲，下一节课又请那一个老师教，是那么讲，说的大有不同，只会让众生更加迷惑困扰。所以为了众生好，以后不会再去参加。十，
2019年12月，香港，师父老人家对多人开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的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屈己尊人。可以说，在各国的文化里，屈己尊人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独有的特色，我们要珍惜它。惭愧学子穆冰清，恭敬回溯往事，谨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